首先我要感谢神，也谢谢大家为我祷告，因为我2012年有一天我告诉我女儿，我女儿在 UCI 上班，医院上班啊，她念 Cornell， 我说爸爸最近呢很多弟兄姐妹的名字都忘记了，还有讲到里面的很多故事啊什么都忘记了，他说我帮安排一个医生给你检查，结果他就带我去 UCI， 那个医生呢就问我这样多少啊，我说十啊，减这个呢，减这样的，我说六啊，加这个呢，13啊，走路给他看，还要看上面看左右上面，哪一本书叫我念给他，你都很好嘛，来带我去照 MRI， 一躺下去，然后再出来，再躺下，再一次，就停在那边。他就跟他医生讲，那个检查的人，等一下我出来。他告诉我女儿说，你爸爸这里有一个 tumor， 这里一个 tumor， 这里一个 tumor， 很可能是癌，所以马上去叫一个会客医生放进去，抽拿一块起来，从后面打进去，再拿一个起来，一检查是癌。啊，我女儿的大老板呢，都说癌的话呢，就 CT 三奶 UCLA 旁边那个 CT 三奶有一个 Natali， 他是犹太人专家，那就打电话给他，他下午3点钟就去了。一去他一看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，你亲戚有没有得癌症的？我说有啊，我妈妈、我哥哥、姐姐都是癌症死的。